我是喊什么？大家好还是老师好？就说，我两个都说吧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就说对线鞠躬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就说我们是夏日甜心组合，对吧？然后说完之后，然后就是从这边一自我介绍，就从他先开始嘛，就从俊豪先开始自我介绍。对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我上台应该不你们先上吗？没有，就是这样上去自我介绍那个顺序。不是吧？自我介绍是我们先自我介绍，然后你表演，因为我们直接就下去了，然后你自己表演了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是的。哎，怎么唱的？你试一下，就是开头。如果下次遇见你，你先唱。如果下次遇见你，希望是心跳。看到你说的话，想来想去，我的记忆。就算很远的距离，也要紧紧抱着你。你的侧影在乌云光线照在树林里。我后面看了你们的，我忘记我都咋唱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